一间将近五十年无参与北加马祖了，建百年家长顶头新地洞，今年为着要推动北加将文化，要再现对马祖出巡的热烈盛况。大家真正要来这个样的，也想要搭下手，啊，要发扬这个八家将的由来。啊，八家将，咱讲在八家将，我想交也袂想的，吼、哦，这个拢在这道囡仔派囡仔来争的。其实八家将，伊是这个民俗传统，来咧跳的。啊，阮这是真正跳加步的，无咧讲无这个咧上档咧拍的拢无。我是全村民意。北港新立洞伫地五百年历史，算是北港上古的家长顶头。今年有机会要对妈祖吊敬，引起地方热烈讨论。出巡进行传统画面，破的珍贵画面也请大批民众客相机记录。哎，他觉得怎么样？好棒哦，好棒哦！怎么说？很传统啊。最早已经不早不行，20分钟伫台南，伫台南，啊，行要20分钟，伊暗时四点开门嘛，我去到遐。啊，到暗时到啊，反正要二十分钟。今年有没有要特别走久一点？还是今年要走一久？今年看应该是会啦。今年参与北加马祖吊敬，新立洞也要让活动更高，以及结合环保三轮车和顶头文化团融正面力量。借这个家长的机会吼，爱来这正面环保啊，地球是大家的。你用轿车的话，人唔知影；啊，你用三轮车，人较看较有啊。因为三轮车较行较方便，对我们这个庙会的这个环境整洁维护一下，不会让人家说造成负面的那种看法。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干净啊，卫生啊，比较不会制造环境的脏乱。北港老顶头北加将出巡延续百年宗教文化，重现过去长期北加马吊敬的珍贵画面。想要看这上传统的北加将艺展，不妨来北港到老力。记者李克森差不多。